好，跟委员会报告，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4日星期二中午12:05至13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荣章等18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及议事处增列部分共计11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好，请问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就截止登记。然后我们会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14日星期五，18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2至4，委员曾明宗等拟具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烟酒税法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5至6，委员徐正伟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7，委员曾天才等拟具保全业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8至10，委员李彦秀等拟具建筑师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劳工保险条例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委员管碧玲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12，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医疗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3，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具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4，委员尤美女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5至16，委员江永昌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7，委员蔡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18，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委员洪宗义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0，委员杨振武等拟具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1，委员苏振清等拟具商标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2至23，委员徐玉仁等拟具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二案，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4至26，委员李坤泽等拟具民用航空法、政府采购法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7，委员吴玉琴等拟具口腔健康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8至30，委员庄瑞雄等拟具商品标示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高级东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1，委员许淑华等拟具乡镇市调解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2，委员蔡培慧等拟具土地征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3，委员管碧玲等拟具国有财产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4至35，委员曾明宗等拟具国有财产法、烟酒管理法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6，委员陈其迈等拟具公教人员退职退休给予并计党务人员年资处理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7至40，委员段宜康等拟具内政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交通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经济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41，委员陈曼丽等拟具自来水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2，委员叶宜津等拟具发展观光条例、大众捷运法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44，委员蒋乃馨等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5，委员余婉如等拟具期货交易法、保险法、信托业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53，亲民党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54，委员马文君等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五五至五七，委员徐玉仁等拟具《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行政院资讯总处组织法草案、政府机构资讯、政府资讯机构人员设置管理条例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五八，委员刘世芳等拟具《国民体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五九，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刑事诉讼法》。六零，委员王玉明等拟具《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六一，委员陈一鸣等拟具《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六二，委员李坤哲等拟具《土地征收条例》。六三，委员邱莹等拟具《殡葬管理条例》。六四，行政院函请审议《保全业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六五至九三，国家安全局、司法院、劳动部、国家发展委员会、蒙藏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法务部、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银行、台湾省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外交部、总统府、台湾省咨议会、行政院交通部、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九四至九七，劳动部、内政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司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预算刊物表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九八至一一四，外交及国防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请查档案。一一五至一二一，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函为预算于执行期间决算于审议期限，请查档案。一二至一四一，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于审查期限，请查档案。一四二至一七七，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请愿案，经审查结果，请查档案。一七八，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档案。一七九，人事处函为第九届全国不分区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邱泰元先生，已于一零五年十月四日到院宣誓就职，请查档案。一八零，民进党党团函为徐国勇委员转任行政院发言人，请辞立委，其经费稽核委员会遗缺由何清纯委员递补，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至二，委员蔡宜宇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渔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委员钟嘉宾等拟具司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五，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六，拟废止立法院点名表决办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咨询。宣读完毕。好，现在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咨询，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就通过。好，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共三案。二三一请愿法第三条及第四条之规定，分别系数已在诉讼系数中及，应提起诉讼之事项共计四案。四一，立法院质询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者共十三案，宣读完毕。好，请问人民请愿案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请问有没有临时提案？没有临时提案，我们要继续处理第二会期第一次全院委员会议程草案，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全院委员会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三日、十七日、十九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二十日上午九时至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地点本院议场。讨论事项：一、总统之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征求条文第五条规定，提名许宗立、蔡炯敦、许志雄、张求文、黄瑞明、张森林、黄昭元等七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以许宗立为院长、蔡炯敦为副院长，咨请同意案。宣读完毕。好，这个第二会期第一次全院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也没有同仁登记发言，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讨论事项就通过。好，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好，散会，谢谢。